朋友是台南人，出外打拼。伊回来时阵，我讲要请伊，阿伊讲免，我要来一间。来这里上，杨澜。哎，你是迄个在？控吧。控吧。控吧，规地八个来，大个咧养茶。这养茶。啊，这个咧。杨大。杨大谷。伊是台南的在地人，伊讲这间是阮爸爸上爱食的所在。现在变起食这间啊呢？也是啊。食到袂歹啦。哎。几啊一打呢？哎呀，几啊打你就要食这间。我这预料唔加紧哦。我这段时间来个无啊。我喺我店里。哦，还出来预料的哦。为什么一定爱食这间？伊讲来台南，若是真正要好食，一定爱食到安尼爽甲足爽的地步啦。你干哪者？哪者？大哥有啥物料？你用马龙片啦，马龙片啦。哦。马龙伫内底啊？无啦，迄马是边啊？这内底是矿山。这个啥？金啦。羊筋跟羊角，那是条鱼，小胖。哦，我爸爸你安尼遐做，我你去台地遐做地哦。我讲起嘞，这一特别 order 的，你唔知啊？哇、哦，这就是那种筋。啊！你问我讲，这到底是安怎好食？啊，着上青甲上大碗，熟阁满记啦。有功夫，啊！你骑这个蚊啊，才大个。哎呀，这自备，这即马唔是啊，即马是店家家己买啊。哦，我较早我家己自备才大个房啊，无要这，无只个拿落去。够贵了，对吧？太富啦，你唔然无要免来。那个什么金的旁边的那个肉，金的鸭麻的哦。这个会比较有咬劲，比较有咬劲。啊，所以你大大等下拢食几，食有偌济？你讲在这食偌济？我老爸讲已经逐礼拜来啊，对无？我老爸讲逐礼拜来哦。变大客了对啊！我叫迄个排行榜无哈。哇！哇！你是不加水？我是不加水啊。哎，不是越南的哦。啊。啊。越南人。哦，啊！你这间开几年啊？我开卖，我开到二十一年啊！哦，安尼啊！哦。我大拢我有听的啊。啊，我请问你，我下昼四点到五，透早五点半，啥下昼四点？下昼四点油麻才抬好哟。哎，迄个到用豆遐油麻来，啊油麻来，就一只油麻吼，一只油麻来，就是一只来做两片。啊、来，我带你哦，一块，啊，那个，给你做空吧，做空吧，啊，做清的，做清的，啊，清的，就当中啊，空的这只鱼啊，腰一块一块来，这一根咯，拢摆下出来。哦，根爱生掠起来，袂当互人家吃就对啊。掠根无遮伤重啊，哦，这是土鱼啊。哦，这土鱼啊。嘿，这是咱只黄鱼啊，土鱼啊。一堆鱼啊。迄个管理。啊。管理。管理什么意思？管，迄种头这样比较大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油蛙筋拢挑起来。嘿，筋有挑起来。啊，再落去做这个。夹落去控两点钟。控两点钟，用啥控？用清汤啊。清汤啊，落去控再。嘿，对，控只什么就是咧。哦，再滚只。哎，这拢高汤。用高汤。这拢是无啥爱落味素啦，阮这拢。我是讲盐用滴味素，做无啥个豆味素。啊，这冬瓜个嘞？冬瓜个味哦，二三十米哦。所以这包内底有二三十米的对吧？哦。
哦，阿姨，这真正确实真好食。好，地址伫遮，阿麦阁问我哦。